生的一首歌。小学好。嗯。爸陪你行好，你莫哭个走，你知袂？要惊啦！哈哈哈！惊啥啦？要会看戏。你爸陪我两爸个。哎呀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嘛，非常有气势。提这首歌，你捌提去比赛过无？捌。上好的成绩提过第几名？冠军。哦。哦，厉害哦！像我这个声，我听会怪怪。哦，你一届尔。哦，你一届尔就提到第一名。我哪会这么啊？四场的啦。是偌四场？三个人。烟空区的。敢三个人参加哦？有吧，三十个吧。哦，加侪。我想讲三个人。烟空区嘛，足侪人的。哈。烟空区我咧足恐怖的。这哦，烟空嘛足侪。你今晚是助理主持人，助理主持人。我派偌济主持人出来，我来下骹看，量一下百八啊，甲二啊二的，即马拢跳量二十公分的嘛，一百八我两百二，两百二，两百二十一个过。我管。我今仔日来遮吼，等下呢，你们现在看到的朋友吼，待会都会为你们演唱，或者是你有比较想要听谁唱的，你们都可以跟我们讲。点歌。你唱。谢谢，我们明年再来。我给他不安生一句话。啊，这条哦，真歹唱。而且算有难度的。这条什么心啊？高难度的。地下话，现场来宾够难唱这条歌。哇。心爱地下话。心爱地下话。啊不，你心爱地下话。我就不会的。你家己唱，你要叫吧。唔啊吼，你看这个歌牌。不熟，不熟。好，来，带来这首我们洪荣宏大哥的歌曲《心爱的家伙》，来，同学们推上去一下。谢谢。Thank you.
我足紧张的，我很慌，足想要去医酒的。你唱到那血筋大条细条安尼，哇，真正卖力演出来，把我再带几个推落去一下。谢谢，谢谢我们中德大哥，谢谢。今天是我们的高潮，真的是吼，一直高潮不断吼，这真正是双规眉双眉天，我讲吼你双眉天，我记得有这首歌，我今麦是咧正确的，我绝对不是咧讲歪歌诶，真的有这首歌对不？真正有啊，咱老师底下我无白讲。哎，爱笑，一直笑，来。